幸福好像是别人的专利，我拥有的却只是孤立。破碎的家庭，难平的心理，想要逃避都没有力气。因缘不可思议，考验是佛陀的真谛，帮助我在人世中停立。飞不起的气球，只因没有被打起，你也可以有生命动力。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被遗弃。隐隐期盼，不舍众生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开心闯，就在光明里。常常在我们遇到了挫折之后呢，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了绝望或者是失望，会想要放弃掉自己的努力，会想要放弃掉自己的未来。但是大家请记得我今天说的这一句话，每一个生命都宝贵。既然你来到了这个世间，就代表你有需要去完成的功课。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，何不让我们面对未来，勇敢地提起你的勇气，让我们去超越这些挫折。因缘不可思议，考验是佛陀的真理，帮助我在人世中停立。飞不起的气球，只因没有被打起，你也可以有生命动力。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被遗弃。隐隐期盼，不舍众生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开心闯，就在光明里。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被遗弃。隐隐期盼，不舍众生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开心闯，就在光明里。大家唱，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依靠的肩膀，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被遗弃。大声一点，隐隐期盼，不舍众生，只要你回心转意，开心闯，就在光明里。心窗就在光明里。